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告诉大家如何在 Ultima Business 网站上用 Ultima 硬币进行 payout。请注意，您的钱包必须激活才能接收交易。要激活钱包，您的余额中必须有 Smart 硬币。激活钱包至少需要一枚 Smart 硬币。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得到 Smart 硬币：一、请别人给您发送硬币；二、在交易所购买并发送到自己的钱包；三、用其他的硬币进行交换。在您确认您的钱包是激活状态后，请进入 Ultima Business 的个人中心，在个人中心的左侧菜单中点击 Payout 按钮。在打开的页面上，系统会要求您激活双因素身份验证，这是进行 Payout 的必要条件。在开启 Google 2FA 之后，请在 Payout 这里选择一个您要提取的硬币的余额，然后点击 Next Step 按钮。在新打开的窗口中，您需要输入要提取的硬币的数量和接收硬币的钱包的地址。您可以在 Smart Wallet 中复制地址，请输入要提取硬币的数量，粘贴复制的地址，然后点击 Transfer 按钮。然后会打开一个窗口，您需要在其中输入双因素身份验证码。请打开谷歌身份验证应用程序，然后在相应的字段中输入屏幕上显示的代码。如果一切操作没有问题，您将看到一条消息，表明提取硬币的请求已被创建。好了，您已经完成了 Ultima 硬币的 Payout。所有有关 Payout 交易的信息，您可以在 Transactions Payout 部分中找到。在那里，您可以看到硬币的发送日期、钱包地址以及交易金额、状态、ID 和哈希等信息。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，请联系我们的客服，我们乐意为您提供需要的帮助。祝您一切顺利。